曾经以为他和他相爱，在不会犹豫的时代，以为明白所以爱的痛快，一双手紧紧放不开，心中的执着与未来，在屋顶，在房檐上吧，就是在拍杀青鞋。难更改，我没能把你留下来。就是如果以蓝忘机来说，他难道希望为无限画上？我现在以我来说，未来那幼稚的难堪。在剧组最欢乐的话就是肖战。觉得自己最像哪一种动物？最像你的。好了，狗仔仔，狗吧。菠萝。主要是我觉得肖老师笑容特别的甜。在阳光下的海，像用心涂抹的色彩，让你微笑起来，勇敢起来，忘不了你的爱，但结局难更改，我没能把你留下来，更不想他能给你一个期待的未来，那幼稚的大海。他比我小，大概六岁吧，97年的小朋友，王一博小朋友，其实就是一个小朋友，是97年的小朋友，一个小屁孩。就是挺好的一个小朋友，为什么要加个小朋友呢？就97年的小朋友，那我也没觉得你多老啊。想你就现在，想你每当我又徘徊，所有遗憾的都不是未来，所有爱最后都难免逃不过伤害，那不必再重来。我可以什么？蓝忘机啊！有，陈经理。那你怎么不入戏深一点？用一首歌来形容对方，男孩。